们星光，我们的舞台特效，我们的美术哈，一些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讯息。对，我们就是大家知道啊，最近我们的 Facebook 也好，在歌台在传也好，我们的歌台新人王。是的，哇，那就是我们。你出来吼，囝也好，啊朋友也好，哦，输甲笑歌台，吼，这个是这个机会，会使介绍来参加这个比赛。谁都可以来参加。谁都可以哦。年龄不拘，因为我们歌台就没有那年龄的嘛。对对对。对对，老的、年轻的、小的都可以来参加。对对对。好，而且呢，将在呢2014年的这个实现。这就是呢我们星光哈小小的一个梦想，它是斜板，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今年度呢我们有这个哈周年庆的这个庆典，那每一年我们都会借着这个机会来感谢一些我们星光啊想要感谢的人。为什么有星光 Dennis 呢？自己想感谢的人，当然首先呢也要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永生啊，永生灯光音响佳佳，佳佳，对啊，灯光音响啊，还有阿来大哥，阿来哦，不感谢阿来啊，对，不被阿来别感谢了，别的。阿来大哥今天有在现场，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阿克利，也就是我们的金华无招牌的老板。对，无招牌的老板哈，还有所有呢大大小小的台主，还有呢当然就是我们功不可没哈香火鼎盛的雾龙宫，谢谢你们。当然现在呢，我们星光呢这个灯光音响 LED 也可以算是呢现在目前呢数一数二，对，也是台主们的御用最多的一个品牌哈，是我们家星光。那现在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地方，所以跟大家分享更多一些我们的这个关于歌台新人王的这个比赛 ，OK？ 那我们的主要的赞助人，我们的 main sponsor， 当然就是我们的和祥。也是我们的无招牌的老板。对，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 Uncle Lee。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 co sponsor。co sponsor 哇，汤圆啊，饼就还包呀，哦，空碗的包应该是。哦、那饼干的这边我们的饼干工厂，第二位是我们的 Campus 版权协会，对，还有我们的 Passion R 是什么，人民协会，我们的人民百盛艺术，对，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作为慈善的一个受力的团体，就是我们的 Singapore Heart Foundation。 因为呢在大决赛的这个比赛当中，会有38%的这个呢评分率呢来自于观众，所以到时候呢你们也可以呢为这个社会做出一点贡献。那这个详细方面呢，我们呢会再跟大家报告哈，就是大家呢出一点点这个力，那所有得到的这个款项，我们的这个捐献的慈善团体，就是我们的心脏，就是我们的新加坡汉。为什么是新加坡汉？你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的星光的爸爸，最近心脏有问题。对，都也心嘛，有代志爱去开刀，因为心脏是非常重要，大家拢会知影。老爸都不要紧，他好像也是公公也是。也是这样，也是心脏。阿兰的话，无代无志，卜都是心脏的代志。心脏所以讲对咱哦，真正重要。所以我也知影了，就是心脏协会帮了他的爸爸很大。所以王梅的意思说，心脏很重要，肾啊、肝啊、肺啊都不重要，全部捐出来。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心脏啊，这是我们的受益的团体。好，那现在大家都好非常的期待，报名时间是几时呢？比赛时间是几时呢？将在2月报名哦，2月15号到3月15号报名。对，报名哦。那在哪里报名？我们到时呢也会跟大家分享。那第一场的比赛呢，将会在3月28号。3月28号。那三位呢，主要的司仪当官就是呢，王雷大哥、金明大哥，还有佩芬小姑娘。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哈，来参与一下啊，把这个消息带给你的家人。接着下来去陈汉团。哇，来，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不是咱部长，你讲不是部长？卫生部。头一个女卫生部长。来来来，裁判团哦，当然有我们的刘玲玲。还有我们的刘心凌，还有奇怪，还有陈世平，我们还有一个每一场都有一个特别的嘉宾裁判，嘉宾评判，这几位呢算是的常驻裁判，调来调去了，换来换去了哈。当然呢，常驻评判，因为他们这样比较公平。对，欢迎啊，打那一场第一场差几点啊？黄青年，对，林如萍，对，李川，琼芳来呢，比较资深，是我们歌台的一些，对，到前面都是讲来选歌台哦，对，但是在歌台一定要为我们歌台唱一年马和夜，哇，冠军。
军。对，冠军，还有奖金，多多的支持，还有奖金。还有奖金、啊。对啊，一万元哎。对啊，哦，真的哈、哦，因为这个时候哦，已经报告完毕了吗？完了、啊、完毕了哦哦错哇，然后然后然后那嘴啊，公告的差不多妈妈掐来了，国际艺术总监、东方艺术团技术顾问兼司仪、东宁工艺中学口琴协会指挥、大智中学吉他协会指挥，跨北林北跨北村里安的嘴白灯了。好，下一位，跨一边吞变的厉害啊！哎，你的头发跟他赢的，我太厉害了。不认识，所以我们特别有一个很熟，我们跟他很熟了，他是一个好好人。所以其他的就不用再多做报告了。阿兰哈，我讲阿兰不担心，他就吹。一定要啊！姚斌啊，哎，姚国宝就完赛，来来来来呀，来呀！